这个是要是钱的地方。他想到你哪去？他找那个，他找朱姐呢。我觉得这个是问我，朱连队儿呢？真的不行。朱连队儿哪去了呢？他打完就跑了。担心挨踩了，对。你看这练咋样啊？你去练呢？你比他是20多岁啊？你是前哎呀妈呀！我们之前一点钟站到现在站到9:20。好，好，报分8.59。你是说啊？大师兄有点，咱也试一下。